经过台九线的那个什么木瓜溪桥嘛，同门就在那个山峦的中间，对，就在那个中心点，我就觉得哇，好神奇哦，怎么会有一个部落就这样子这么刚好就坐落在那边，好漂亮哦，对，心里就会那样，那是我对同门的第一印象。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在想那个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服饰的时候，那时候其实就有设定两个方向，一个是我要一个很漂亮的立领，还有我要就是这里有东西，可能这个想法是来自于对那边就是有一种很立很高的感觉。在一两百年前的织布好像就已经是现成材料，不是植物染了。那如果植物染要再进来跟同门结合的话，那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以一个传统姿态，而是以一个在新的姿态再进去。最重要的应该是同门那个环境的色彩质感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